大家去野营，然后我们的来宾是来自高雄的安妮儿，非常厉害的乌克丽老师，然后还有丁双宇，也是非常厉害的乌克丽老师。总之，我们就是三个乌克丽老师要一起去野营。对，那因为安妮儿好像之前没有野营过，所以呢，今天要特别大家去体验一下。等一下接到他，我们再来溜溜。耶，安妮儿！哇，真的是红发安妮耶！啊！你竟然还有带乌克丽丽？对呀、啊，酒仙。哇，好棒哦！ Yeah. 我们今天要喝到挂了，开心。这个也要冷喝。好，等一下我们再来整理。好，没问题耶。真的变红头发了，真的，给你拿好了。你说这样子吗？对对。然后我要来导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的。没有问题。哇，你今天超帅的、欸！你是说我的车还是我的人？都很帅，帅爆了！我先看我的红的对对啊，不对不对，我们应该要导去老街才对。9:45，好哦。那我先系一下安全带，再继续拿。而且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吗？不知道。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笑，你连我们要去哪都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也要被带出。没错，待会要给他一个惊喜。而且我跟你说，很奇怪是那个地方啊，很少人去野营。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有点奇怪？很少人去。对，那所以有一些是比较热门地点就对了。对，就比如说，因为那边也是个野营点，你照理说在台北应该会很多人去那边野营，但是很少人去那营。为什么？对，不晓得。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它旁边是悬崖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不要喝太醉，免得就是失足下去。这就有点悲剧了。上头条新闻就好笑了。是不是？没错。好，那我们现在要去跟丁丁会合，那我们就可以先关了。好哦，待会见。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九份老街了，然后我们要去这个 Seven 补给，然后还有装水，是吧？对。然后等丁丁来。还有其他的吗？应该没有，就这样子吧。应该不用。哎、欸，你很好意思迟到二十分钟哎、欸。下次交流到。前面山真的蛮美的、欸、我要拍他说很恐怖，他没有胆开进来啦，快点，听到哔哔啵啵，很恐怖，恐怖啊。快点，我的屁股被磨破了。靠边停，靠边停，准备好要被我塞到后车厢了吗？你锁车了没？哎、欸，没有。哎、欸，真的不会有人进来哦？不知道，来，你进去，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尿会不会闪出来？我其实现在蛮想尿尿。那你也是旁边。你就负责长进，这样子吗？他也是我的人，对。这样子有全部人都进去吗？应该有啦，我觉得应该会有。好喽，那我就直接放在这个位置喽。对，偷看一下嘛。哎、欸，其实看不到。来啦，耶、yeah ！里面反而更陡了。有这样子。你看他这眼在干什么啦？你在干什么？笑死！我们还没进去哎、欸，这是初节而已，这个只是刚开始一个就是阶梯而已。所以我们要拍一下前面吗？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因为我们正在 off road 啊。哦，后面真的是
可能后面很陡吧，我没有坐过后面。真正的路要开始了。Are you ready? 我要看一下。Are you ready? 我看一下。啊，换挡。哦。等一下。嗯哼。好了没 ？Ready? Go! 哇塞，这真的是一般的车，真的。不要闪掉！哇，超屌了！我跟你讲，最恐怖的部分还没到。饮料应该不会掉出去吧？不知道。我本来建议、欸、这车会解体吗？你说呢？当然不会啊！你看看前面的是什么路？有看到吗？我们来拍一下前面的路。哇塞！哦，这个是真的是长进有点困难的情况。哦。我觉得坐后面的人可能是有点辛苦。那什么声音？没有，它只是四件路。有扭一下，我刚刚感觉到扭一下。没错，它自动会扭一下。女子到底是如何这么厉害的？看我如何不动声色。我想要下去拍那个。对，好，我可以下去拍那个你们在。我们要。呀！有刺激吗？好的，我们在那边拍完照了，我们要继续往下走了，准备迎接日落，准备迎接我们的第二段 off-road。 这一段其实也没有很好走，哇哦，我真的从头晃到尾。这段路真的是没有办法。你好像认为那个大怒神还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有了，这比任何游乐器材都还要刺激耶，就是这样。我觉得左摇右摇，应该是一直被行李攻击吧。捡东西比较多，就对了。真的假的？你有？我没有翻过了，只是有听别人翻过吗？对。那翻车怎么办？再把它翻回来。就只好找拖吊车。你看，要不要先拿下去撞？拿东西。等一下，这里。嗯，对，我要走外面。真的太厉害了，不管是景色还是路段。哇，这真的太嗨了。对，就难得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之前有自己开到这个下面来？下面的话我没有自己开，是跟着别人一起开。所以两台车下来的意思？一群人一起开下来。哇塞！然后，但是你们那一次只有开下来，没有在下面
扎营这样。没有没有，就是在下面玩一下这样而已，拍拍照。懂懂懂。好了，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营地，是不是很酷啊？耶、真是悬崖一边呢。对啊。我在想我们要扎在哪，我们是要在这里还是要进去那一段呢、啊、你决定，我们反正先开进去再说，不要就开出来就好。好好，开出来也是好开出来就对了。可以啊可以啊、哦、因为你们是原当初开进去就是原路再出来而已。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代表明天还要再经过这一段、yeah. 有没有看到如果喝醉酒掉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啊、嗯、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有，这个完全不是开玩笑。我不会想到，我想会绊倒，这样好刚刚绊倒，跌坐在地。好，我们停这里，我们停在这，好吧？扎在这，这样子。你决定？你决定？只是觉得有点不太平。嗯，那你要开回去刚刚那边吗？刚刚那边是比较好，但是比较没那么隐秘。就是比如说，嗯，我懂。明天搞不好早上就有人下来。懂。对，那我们下来干嘛？就跟我们一样，就来玩的、哦。玩的。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好了，这样上面的人就看不到我们，好不好？好、哦。好。你옆에있으면나도따뜻해질까네색으로날채우면나도너와같아질까그래서꼭말하고싶었어너의색으로물들고싶어睡好了现在我们要来chill一下哇，你看这些酒是怎么回事啊？啊，这些怎么样？这也是酒吧是不是？我带这个。那什么？这是什么？这要干嘛？喝下用的、啊。哦，小酒菜罐用的。带几个？三个。哦，刚好。You are moments, 너에게저를그려보고床垫到底 O 不 OK 了吗？对啊，它其实可以直接压到，它压得到底、欸、好，这样子的软度可以吗？丁丁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睡吗？我要更硬，不够硬，不够硬，不够硬，没办法了啦，那怎么办？好，这是丁丁今晚的车博的独立套房，看起来还不错吧？来，安妮也上去躺躺看。那灯架，其实还不错啊，很容易满足，还不错啊。会够不够软吗？会不够硬吗？够硬啊，不够硬。是不够硬啦，但是可以啦，有时候睡觉就软软的就好了啦。睡觉的时候不要求硬度嘛，软软的床比较好睡嘛。为什么两个笑成这样？你们的已经弄好了、哦、嗯，对啊，我们上就好了。我们
我们是没有把那个睡袋打开，我们没有软硬度可言啊，我们有床垫啊。所以上面原本就是有床垫。对啊。懂。好了，叮叮。你这个我觉得可以购入。哪个？床垫吗？那个。你说这个灯吗？嗯。对啊，它可以当行动电源用。很厉害，很厉害。现在早上，九点多，我们大家都起来了。真的是，我们昨天没有整理就直接睡了，根本就是屁孩的行为。但还好我们那时候很整齐。在那干嘛？哎，我应该还好。我这样有感觉很狼狈吗？我就不会，我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好。两个就是天生丽质，怎么会很好啊？怎么可能很好？我连妆都忘记卸了，哎、欸，我忘记卸妆了。哦，真的吗？所以我应该脸上很多残妆。你有卸妆啊？有，他有啊。我还记得他昨天卸妆的时候，我说你在干嘛？对，你在前面就卸了，而且所以要继续吗？而且你不让戴眼镜，你就说眼镜戴。对，你、哦、对对对，你禁止我戴眼镜，不可以戴眼镜，不可以戴眼镜，你眼镜拿掉。很荒谬，我还救大家，我还强迫大家吐，然后每个人都去吐了。来，你说一下当时你怎么被强迫去吐的？就被莉莉压着头啊！因为我先去吐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吐吗？你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去吐一下、欸？我们是吐完倒在那边吗？我不知道。先倒再吐。这个我时间顺序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绳子都掉了。对，我们的石头，我们本来有压着石头，然后拉绳哎、欸，然后全部分解了，就是石头跟绳子都分解，两边都是，另外一边也是。那你看，你拍下另外一个石头，都分解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昨晚没有风哎、欸，但有。疯女人好，我们需要点时间酒醒一下，不然没办法开车。他很喜欢我的轮胎耶。好的，我们准备要离开这里了。你看看，完全就像没有来过一样，而且在打雷了，感觉要下大雨了，我们要快闪了。准备好了没？我们要走了。Go go go！ 你帮我看一下右边哦，右边应该还有空间吧？我们应该还离悬崖很远吧？很远。哇，超强的！等一下，我这个又掉了。嗯。上去比较辛苦，因为是往上。会比昨天下坡辛苦。对，因为下坡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很重，但是我们现在往上，就是我们是本身是有重量的。哇哦！所以就会比较难，我觉得。你还记得要开哪一个哎、欸？后面还好吗？后面还好吗？想吐了吗？有一点，有一点。需要下车吐一下吗？这段路程真的实在是太刺激了，而且我们都没有人掉到悬崖，太棒了。
太刺激了，太刺激了。野餐光疗野营解锁。我讲什么？野营顺利耶！耶、yeah, ，干杯！耶！还没有敲到。Shot 干。